界体育报消息，由于在中超球队和北华夏幸福度过的职业生涯并不如预期，哈维尔马斯切拉诺正考虑下个转会窗重返河床的可能性。根据阿根廷媒体的报道，阿根廷人与河床经理 Enzo Francescoli 主席 Rodolfo Di Onofrio 有过多次交流，这对他的回归来说是一个良好的铺垫。据实体透露，今年34岁的哈维尔马斯切拉诺与河北华夏幸福有着为期三年的合同，但合同中包含的一项条款允许马斯切拉诺单方面结束合同，这让阿根廷人有可能以自由球员身份签约河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居住在巴塞罗那后，马斯切拉诺的家人并没有选择陪伴他共同前往中国，而是回到了阿根廷。这样的家庭因素也会影响球员做出最终的决定。